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不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也许有一天你不再记得我，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没关系，只要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发光。是爱 cover 之直播主必唱情歌，耶！ Yeah, 我是 Christine。那今天呢，有刚刚有听到了我们 Tina 所唱的《太阳》，那是邱正哲所唱的。那他那时候是在，他原本是街头艺人，对，街头艺人，对。然后他去大陆的选秀节目之后呢，就红了，就唱，就录了一录了一张专辑嘛。然后那张专辑的里面收的就是太阳，然后就红了，对，爆红，很厉害耶，是不是？对，就是现在你不一定一定要原本就是歌手，你可能在街头艺人被挖掘出来，然后你就有机会发片这样。对，好歌喉吗？真的，他的歌声很特别。对，那不仅啊，我们这边唱的太阳之外，我们还有最近有看了一下，我们去年有很红的一些歌曲，对，就是什么周杰伦的。
告白气球，告白气球、啊，对，然后蔡依林的怪美的，最险的邪恶。哎、欸，没有，哎、唱一句就好，唱一句就好。好，然后还有、那個、还有那个屁孩，对，前面超红。在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吧嗒吧嗒的流。哦，很好听，很好听，想再唱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好，然后现在除了就是歌手很当道之外，还有很多素人出来，就除了街头艺人，然后还有就是网路上，你只要就是很有才华，在 YouTube 上抛出，都有可能被就是很多粉丝来，然后你就然后被挖掘，对，被挖掘，对。然后例如前阵子很红陈雪凝的《绿色》，绿色哦，好高。超高音就是唱不上去，对，还有他的另外一首《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也是就是超红。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哇，好好听哦，自己唱自己觉得。还有那个前两个月突然超红的那个《失眠飞行》，还有对，还有你的答案。对，都很好听哎，而且都很厉害，都是素人，然后直接唱红了，自己创作，然后自己放出来。哇，现在不得了了，好不好？欢迎大家网友们一定要就是私讯我们粉丝团，如果你们有想要唱歌的话，直接投稿私讯我们，或者是你把 Y 那个 YouTube 的连结丢给我们的话，就有机会被我们放到粉丝团上面。没有错，我们紧接着就是我们的网友投稿。那这个网友投稿呢是绝对美国的主唱，然后也是 0.3 的歌唱老师。哇、哦，好厉害！他的名字叫做甜蜜，甜蜜蜜，不是那个甜蜜呀。好，他不仅就是歌唱经历无数，然后他在政大金选奖的创作组入围创作组、喔，创作组好厉害、喔，我觉得创作组很强，因为我一直想学创作，但是到现在还是不太会。我认真觉得很厉害，是因为你好，你好不容易把曲都编好了，对，然后你要又填词，然后你要改，对不对？对对，觉得好难哦、喔，对对对。好，甜蜜。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他的 cover 哦。没有问题，我们的 K 歌 cover go。Go。Thank you.
耶、听完刚刚的那个 Skinner 的甜蜜所唱的，所以那首歌啊，我那时候有上网查了一下他的那个歌词、其实我觉得他是在讲男女之间的一个情爱，对，他们怎样的情爱，就是在讲说啊，就是男女之间他们有一个叫做病态互依症候群。病态不一，对，就是等于说你是一个生病的人，你就会想，刚好找寻到了也是生病的人，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哦，你们两个很相似，依赖，对，你们就会想要互相治愈对方，对然后这个有听过，对，这个作词呢，就是这个就在讲说这个女生想要治愈这个男生，那两个都是受伤过的，没有错，就是生病啊，生病，对，然后发现这个女生她还是没有办法治愈对方，可是变成两个在互相折磨对方，对，就是你其实情商的同时，你没有办法就是发展成很健全的关系，对，好像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换一首男女对唱来缓和一下现在悲伤的情绪，好不好？那我们就由网友 Echo Feat Doris 的 cover， 那他要唱的是手心的蔷薇，继续而不自觉。好，是由那个林俊杰跟邓紫，又自己讲好听。林俊杰跟邓紫棋一起合唱的这首《手心的蔷薇》，然后也是 KTV 必点男女对唱的冠军。冠军，对，真的很厉害，而且是天王天后。对对对 对。而且邓紫棋最近又出了一个专辑嘛，对不 对？摩天动物园，不管句号啦、什么，句号真的超好听，很好听哎，我一听超多遍、我真的觉得对，很好听。邓紫棋，我的爱。走，紫棋啊，那我们现在就直接。不多说，直接进入 cover。K 歌 cover， go go。手心的蔷薇，刺伤也不自觉。
世界太虚伪，太善变，不完美。天会黑，心会累，耶耶。有你在，什么都无畏。别害怕，我在一起，放手。对，听完 Echo 的演唱，就是如果网友有好听的歌声，然后你想要就是呈现给大家听的话，秀出自己的话，你就投稿到我们的粉丝团，没有错，然后就有机会被我们PO在网络上。对，就是爱 K 歌哦。那呢，就是我们有问过 Echo 几个问题，他从小就是爱表演、爱唱歌，然后他从幼稚园的时候就很爱唱台语歌，然后从小学、国中、高中一直都有在舞台上表演的经验，我觉得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台语歌又是不得了，对对对对，对我台语歌就只会几首，可能堆堆堆啊，我觉得很厉害啊，好不好？是这样吗？我都不会。对，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喜欢表演嘛，然后比赛，然后增加一点经验之后，对对对，可能就比较不会唱歌的时候，对。会怯场，你知道有一次我可能以前就是有去，就是尝试想要比赛，对，然后我真的是抖到一个不行，那个麦克风抖到一个不行，因为我以前也有对，很可怕，对，而且你还忘词，对对对对对，忘词就是哇，直接眼前一片空白，真的，真的空白，死定了，对，好啊，这累积经验真的是蛮重要的，没错，对啊，说到比赛，哎，那个位，那个什么。有森林之王那时候 Gail 唱的 Gail, 对他唱的那首魏如萱的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那时候对很好听哎、欸、很可爱他唱的对然后又是我们这次我们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网友投稿的那个刘琼文他要所 cover 的这首歌曲就是魏如萱的你呀、啊、你呀、啊啊、我们 K 歌 cover Go、哦Thank you.
户外唱的，我真的是、欸、很厉害。可是真的是，可是说实在，收音没有到那么好之外，可是没有关系。可是有不影响他的情绪，也有听得到说，嗯，他真的很热爱唱歌。对，因为啊，他那时候有跟那时候我就大概跟那个我们的网友琼文聊了一下，就说就是哎、欸，为什么会想听想要唱这首歌？你啊你啊这首，对，他就说呢，他那时候是去打工。打工度假吧，对， oh. 然后遇到同伴，然后同伴在同伴在唱这首歌，对，然后呢就哇习惯上觉得天人就是嗯好好听哦、喔，然后自己也来 cover 一下，对啊，那就是觉得好好听，而且我听过很多版本的，然后再回过来听那个魏如萱唱的，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不一样的感觉，魏如萱真的有种就是莫名空灵的感觉，可是有点悲伤在里面，对对对对对。對那现在呢，就由我们克里斯汀带来最后一首《说散就散》，它是由那个 JC， 原唱是 JC， 然后后来是在由袁娅维翻唱之后就是爆红，然后有在还做成就是电影主题曲，当然电影的主题曲，没有错。那我们现在就不多说，来听克里斯汀唱歌吧。K 歌 cover。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深仇，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
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听哦，谢谢哦，没有啦，都在唱歌的故中好手，有没有？那将自弹自唱的作品上传到我们的私讯我们粉丝团，或者是就是上传到 YouTube， 然后传连接给我们，没有错。那这样子就是有机会让我们小编把你放在三立新闻粉丝团上面，让更多人看到你。想要秀自己的，赶快别错过我们。就是爱 cover， 下次见，拜拜，拜拜。